岁岁年年一朝又一夕，一起经历多少风雨，翻看我们过去像一部旧电影，太多美好回忆，花开花落多少个四季，我陪你看雨声风景，年华慢慢老去，依旧对你钟情，我眼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的唯一，我们的爱情流淌岁月里，因为你每一天都很安心，感谢你下故事每一个印记，我们的爱情流淌时光里。情人节惊喜盒怎么做？来看教程吧。什么蛋糕女朋友会马上就领领证吗？跟我做不领证来找我，先偷偷跑去蛋糕店买个八寸蛋糕胚，分成三片，中间夹点你女朋友喜欢吃的水果，奶油装进裱花袋，一圈一圈的挤上奶油，像这样转啊转啊转啊，蛋糕胚就抹平了。新手开始做，你可以把奶油挤厚一点，挤密一点，这样就好抹一些了。抹好的蛋糕胚放在一边，我们来制作蛋糕的围边，红色奶油装进裱花袋就开始裱花了，像我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挤上去。做好了蛋糕先放在一边，我们来开始制作围边的部分。去小卖部买几张防水防油的纸，裁成正方形的，像这样折一下，然后铺开，用小粘胶这样慢慢的粘一下，翻个面再粘一下，漂亮的围边就做好了。把你之前做好的蛋糕拿出来，把围边围上，再跑一趟小卖部买点糖珠回来，装饰在上面就好了。如果你私房钱比较多，还可以再借个丝带，这样就更完美了。名字烘焙课堂祝你学